上货了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。今天一清早啊就过来了，你看后面是正在退转潮的啊，天气还不错，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哇塞，你看那边游过来一条东西，看到没有，又抓到这条鱼了，又抓到这种鱼了。哦，游走了，上那边去了，大脑袋鱼。来来来，这潮水还有点深啊，这个水就刚刚退下去。哦呦，这才甩，天哪，抓它，进石缝了，把它抓出来。哦哦哦，看看看，这条鱼好漂亮。哦，甩起来了，它穿的那个，哦，很活跃。你看，这个我们这边土话叫和尚鱼，因为它头发光溜溜的。哇，身上这个刺啊，刺起来这个抓的人还挺疼的。哦呦呦呦呦，挺活跃，瘦了啊，拿点水养了它。哎，你看这底下是不是有个东西啊？带着个小翅膀。哦呦，我抓到了，身上软软绵绵的。哇，这是一条安康鱼，看这条鱼张着大嘴，也是活的。哇，这个丑鱼，不过这只个头稍微比较小一点。这种鱼可好吃了，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常见啊，回家红烧就可以了，里面放点韭菜特别的增香提鲜。两条鱼上货啊，收了。这边这个石坑底下，你看我又发现一条鱼，这条鱼漂亮啊，一定要。哦呦呦呦！哦呦呦呦！哦，别震动了，身上鱼鳞都刺破了。哦，哦呦，拿不动，拿不住，拿不住！急得半脸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哎，就怪你，我的渔网上哪去了？就怪你。鱼不见了，鱼不见了！我跟你配合一点涂墨漆，以后再也不让你给我拍视频了。鱼呢？到嘴的肥肉它就不翼而飞了。在这，在这，在这！哎呦！你看，小网，小网，网住！哇、哦、嘿、哎！哎呀嘿、哎！终于瘦了！哦呦呦呦！太生猛了，太活跃了！抓住，抓住啊！拿点水养着。哇，这是一对啊，看到没有，这鱼可以啊，好大哦，也是活的那个和尚鱼。哟，游起来了。哦，看到那个脑袋啊，我的妈呀，干什么？你看这个鱼长得有点像人，有没有觉得？这边还有一条，把这条弄上来。这边一条，哦呦呦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这条脑袋可大了。哇、哦、这条脑袋，哇、哦、两条。哦，直接把它拽起来！天哪，上货了，又两条大鱼！哦，这样的鱼都得找东西，一个水坑给它养着。我放我的桶里啊，赶快就，因为它缺氧，就死了，空间也太窄了。我得找个水坑把它们一起给它养着。这个地方还行，没人知道，而且这个水坑也比较合适。我把这些鱼先放这养着啊，放这养着。你们在这里稍微等我一下。我再去抓几只八爪鱼，回来再带你们回家啊！这些石块底下啊，咱们也翻一翻。看这个石块底下，哇，这下面有八爪鱼！哇，这是个大长腿，大长腿上货了！哦，这个季节的八爪鱼是真多啊！哦，吐水了，太过瘾了，跟喷泉似的。收了啊，上货，继续翻。哇、哦，这边这一只，看，哇、哦，这条好大，一只巨型的大爆头。哇、哦、哟，这只好大，看这个吸盘，这个爪，出来出来，哦，有点拽不过它。哦哟哟哟，这只可真大呀，这大脑袋，还特别的能吸，太过瘾了。收收收收收，这今天的八爪鱼个头也比较大，石块都翻翻看看，下面有没有货呀？看看我今天的战绩啊，这些鱼都是我的。还活呢，很难得，一般就是赶完海都死掉了，所以说这种鱼一定还是得养的。哇，好肥呀、啊！这条鱼还活不活了？你看这条鱼刷白刷白的在这中间，是不是已经死掉了？天哪，这条鱼已经 over 了，好可怜啊，白白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没有来拯救你。不过这条鱼是真大呀，比我之前见到的那条鱼都要大一点。现在它已经，哎呀，走了，睡了。也可以带着吧，这个鱼像这种睡了的回家就是晒干了吧，做
这个大马哈鱼竿吃，带着啊。这个水养了，走吧，这边刚刚退下潮，我们下去看看。过来看啊，这边又一只，哇，这一只好像也死了耶。这条鱼还活吗？也死掉了。天哪，太惨了，这条鱼也没了，也碎了，两条。今天怎么都光捡一些死鱼啊？真没意思。可是它已经走了，我也不能不带它呀。你带着吧，两只，还大沉沉，一只得好几斤。这边你看，我看到有鱼尾巴。哇塞，这是海鳗吧？鳗鱼，哎呦！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一把捏住它。哎呦呦呦呦！前后倒，前后倒，哇！拿起来了。哎呦，别跑！哎，哎嘿，哎嘿，这个挺生了啊。哦，生活，我先把它直接放桶里吧。换了，跑了。弄住它。哎呦呦，这太能挣扎了，身上太滑了，一把都握不住，因为它比较粗。把那水带着啊。我看前面那个水坑里面也是一只哎，哇塞！今天这个鱼随便捡，太过瘾了。就感觉这只也不大好了呀。啊，嘎了！这只好像不大行了，你看张着嘴，微弱的呼吸。哎，感觉它很虚弱呀。来，回家吧，上我们家锅里拯救一下。这边这个沙底下看，哎呦，上面是一只八爪鱼。哇，一只八爪鱼上货了。噔噔，一只大长腿。这个个头还不错，这种是鲜活的，咱可以收着啊，带着了。哇，这底下看，一只明光线好大，哇，这只好肥呀、啊！过来，它就喜欢卡在这个石缝中间，出来嘛！哦呦，拔得很紧，出来！啊嘿，哦，出来了，这一只个头可以，弄出来！哇，它好肥呀、啊，胖胖的、大大的一个大明光线上货了，好鲜活呀！你看它一直在吐泡泡，这个手臂啊特别的粗，回家。让我儿子吃就行了，这里面可肥可肥了，特别的肉，特别的香啊！收了，这个水坑里面浑浑的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？我们用这个钳子在下面划划看看啊。这下面，哦，一个东西，一个大龙虾！哇！哎呀，别弹！哇，这大龙虾也不错，明光蟹和大龙虾是一家子的吗？收了，也一起带着，太过瘾了。OK，你看这边这底下。也是一只大龙虾，跑出来晒太阳嘛。哇，这只肥啊，这直接张开怀抱了，你看，很能接受我呀。欢迎大家啊，收了这只。哇，今天这个大龙虾和面包线收获的太多了。哦呦呦呦呦，收了。我看你刚刚这边也有动静。哇塞，这上面是个什么？哇，也是一只大龙虾，这上货太过瘾了。今天这抓到有史以来最多的龙虾了，好几只啊。收。哇，爆桶了！今天直接就是龙虾爆桶的节奏啊！这今天太开心了，拿去市场上卖这一桶得好几百吧，得1000来块钱。发财了！这底下是一条鱼吧？哎呦，这条鱼大哦，会游，活的！我的妈呀，看那个鱼尾巴特别的漂亮，你看，跟个大蝴蝶似的。哇，是个扇形的耶！这条鱼是活的，收了啊！刚捡的两条是睡了的，这条可以，活的好吃呀！哎嘿，破桶里面也带着。哦，今天这个桶我真的是拎不动了。啊，大丰收，这今天赶海结束，纯属因为是我抓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根本拎不动了。哇，这真的是有史以来赶海收获最多的一次了。哇、哦，这真的太过瘾了，我得抓紧回家了，回家吃海鲜去了。有没有想来我家做客的啊？咱们在评论区直接报名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